电话响了。喂，我在家没事吃糖呢。你来吗？好，留一个是吧？行，有那个手指糖，你吃吗？好的好的，你就这样，慢一点啊。朋友要说过来，有哪个好呢？我先来吃这个吧。这样还可以吃。转转转，今天我们来玩幸运大转盘，转到哪个吃哪个，行不行？我开始咯。是一个什么？你们看到了没有？哇，是毛毛，汪汪队的毛毛，他是一个消防员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带给我们的奶酪棒打开。哇，好香呀，全部都是奶香味儿。太香了吧，忍不住要吃一口。太美味了。拜拜，今天太幸运了。Hello， 今天我们来吃哨子糖，上面的图案都是一样。先来一个混合味的哨子糖。里面是这样子的，还能吹响呢。妈妈妈妈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佩奇，妈妈在晾衣服呢。你看你漂亮的小裙子，还有爸爸的裤子，还有乔治的短裤。妈妈，我的裙子需要熨一下，要不然它非常的不展，不好看。好的，妈妈帮你熨一下啊。放到这儿，小心手，你别自己弄啊，让妈妈。好，是不是很漂亮呀？一个笑脸。好，再把爸爸的裤子熨一下吧。再把乔治的短裤熨一下。妈妈，你忙完了没有啊？我想吃一个冰淇淋的糖果。好吧，那个不怎么甜，你吃一个吧。妈妈，你去拿吧。好的，咚咚咚咚咚，给佩奇，妈妈帮你拿过来了。现在来尝一下这个冰淇淋的棒棒糖。好好吃啊，佩奇你来一口。妈妈你忙吧，我出去玩了哟。但是它很保暖，它是草本的，它是带效果的，姐妹们，有益母草的呀，艾草的呀，生姜的呀，拍了200单没了。哎呀，昨天卖了1500单，宝贝儿，今天200单又没有了。能拍的你就自己去拍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便宜过，
从来没有，老公再给我贴个紫的在这里啊，给我贴上，老热了，而且它发热效果特别快，你知道吗，亲爱的，就是几十秒就它就热了，而且它是持续发热，你知道吗，亲爱的，不是说哎就发热那一下子就不热了，这几个小时都是五六十度，它不会烫伤你，又很暖和，撕开贴在这里就行了，贴的时候按压一下，穿着鞋脚底能贴，你隔着袜子贴就行。是的。贴的时候按压一下，按压紧就不用管了，就不会掉，因为它是鸡爪纹的，它的粘力很大，能看得见吗？其实我穿的这个衣服呀都不会，大家一般都不会贴到这种衣服上，都是贴着秋衣保暖衣上，我这个是线衣了，毛衣了，姐妹们啊，都比较厚，然后大家就贴在自己的贴身衣物上就可以了。直播提前了，对，提前了，姐妹们，我吃的是人参果，300单没有了。首先大家我说实话，那种普通版的白色的在天下买多少钱一个？两块，对不对啊？俺们家这种鸡爪纹的彩色版的，在天下买多少钱一个？三块钱一个，对不对？这一包是10片，在天下29.9。俺们家给大家7包70贴，哥们。7包70贴，这啥价格？姐妹想都不敢想吧？是的。29.9元，7包70贴，而且我感觉你今年用完，下年还能用，而且它好热的，好暖和。来，300单没有了。可能现在姐妹们还有好多地方啊，脚上贴穿鞋底穿的，你正常穿呀，你就是贴在你脚底板，姐妹们，他不知道你贴在哪里，贴在你前面，正常穿鞋就可以了，宝贝儿啊，正常穿就可以了。给婆婆、给们老妈、婆婆都安排了一单，谢谢我家姐妹们。你像咱们老年人，他们不舍得开空调，冬天真的很受罪，真的。咱们年轻人开着空调、开着暖气，不出门的话还好一点。但是你像老年人，他在老家，你给他买上空调，他都不舍得开。你像我姥爷76岁了，他真不舍得开空调，他有空调不舍得开，冬天穿的老厚了，就是全身上下都穿7、8件的衣服，你们不要觉得夸张，姐妹们，秋衣、保暖衣、线衣、什么衬衣、线衣，什么啊，就是马甲，最后羽绒那个棉服、羽绒服，老年人一就是一到冬天穿6、7件的衣服，和玩似的，老臃肿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，咱就给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买上那么一单，贴在身上，它又保暖，它又不用穿的那么臃肿了，对不对？还暖和啊！皮肤上不能贴，你要隔着衣服去贴，姐妹们啊，马上把400单没有了。还那句话，哥们儿，你在线下买一贴3块钱，29.9，你能买10贴一包。俺们家给大家7包70贴，我说实话从来没有过，往年都是29.9，六袋60贴，对不对，哥们儿？你这不有啥好吗？今年是7包70贴。拍了暖贴，这个价格真的很良心，姐妹们都知道。这些年来，老铁，咱们卖了3年了，连我开直播4年了，卖暖贴卖了3年了，这是最便宜的一次，最便宜的一次。只是说现在卖的早，你知道吗，姐妹们？到后期它就要涨钱了，它现在还很多地方还比较热呢。但是你记准了，热，老铁，哐啷一下子就到冬天，没有深秋，很多地方都是没有秋天的，直接穿着短袖，直接就穿羽绒服，我说的没毛病吧？是的，根本让你来不及准备，你提前备着点，冷的时候就可以用得到，亲爱的啊。你想我们今天都有穿啥的都有了，穿皮衣的也有，穿褂子的也有，穿线衣的也有，现在就变冷了，你知道吗，亲爱的啊？暖贴多拍了一单送给爸爸，贴在腰上，爱了，我跟你说姐妹们，贴在腰上真的很舒服。是的，你看我前两天来大姨妈，我肚子疼得要死要活的，亲爱的，要死要活的，我的妈呀，我贴的这个益母草的贴在小肚子上，我就贴着就睡觉了，你这有多舒服吗？再也不用那种暖瓶，你来大姨妈的时候用那种瓶倒上热水就去暖了，要么烫得慌，凉了又不管用，你直接贴在你的内内上，老铁啊，姨妈裤上，它暖肚子可好了啊，都可以提裤子贴肚子，对，可以，规格是多大的？来，老公给咱说一下，它是130×100的，哥们儿，130×100的。长度是130，然后宽度是100，就是长度是13公分，宽度是10公分，大贴，哥们儿，而且持续保暖，最少是6到8个小时。我说实话，俺们家做生意就是实实在在，有很多人要3个多小时，对不对？俺们家直接6到8个小时，这是我亲测的，哥们儿。对，6到8个小时之内没有任何问题，而且不会烫伤，它是恒温6到8个小时，60度恒温。你就记着一句话，相信您下单了，谢谢谢谢宝贝，最后50单，来5包，7包70贴。之前卖的全部都是6包，宝贝儿，对，而且以前都是5包。你就记着一句话，姐妹们，暖贴真的很需要。你可能现在觉得天气比较热，都穿着短袖呢啊，不需要，宝贝儿，冬天到冬天基本上就没有个过渡期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买了那种大衣啥的，有的时候来不及穿就穿羽绒服了，就这个样子的。提前备着点，宝贝儿啊，现在买便宜，你等后期它量大的时候，人们都需要的时候，刮风下雨下雪的时候，你再买暖贴，姐妹们，良心话，这个价格都给不了了。是的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年年越冷越贵。越冷越贵。
我都现在又一头汗，哥们儿，带那个带的。它真的好暖和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它的温度很舒服，它越做越升级。以前了，你知道吗？它腾腾腾，它热到好几十度，然后它又往下降，就不热了。它这个不是，它是从头到尾都是五十来度左右，然后一直都是恒温，宝贝，不会让你烫伤，又很舒服的温度。尤其是冬天脚底板子冷的，姐妹们啊，你整天那个脚穿着再贵的暖靴，然后穿着再贵的羊毛袜，脚都是冰凉的，脚一凉全身都冷。你穿你贴个，你在你袜子上贴个这个，穿上鞋，宝贝，你暖和了，你全身上下都暖和，脚暖和了，全身上下都暖和，老舒服了。我说实话，咱们普通人，咱不可能出门就开车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有的是，总得有人走走步，或者是骑个小电动车，有时候送孩子比较近，对不对？几百米有可能骑个电车就送去了，对不对？冬天天气又冷，给孩子贴上一些，坐在教室里面也暖和。我说实话，有时候咱们看着给小孩穿的衣服怪多，有时候真不保暖，给他贴上一贴，前胸后背一贴，哎呦，一整天都暖和，对不对？对，贴了能穿得进去鞋，宝贝儿，我的反正能穿得进去。如果说你的鞋比较正正好好，根本就穿不进去，你可以穿拖鞋的时候贴。我的鞋我贴到脚底板上，完全能穿得进去，宝贝儿，因为它像内增高一样，它不会占你的那个前面的空间。它只是说它薄薄的一贴贴在脚底板，你看它不占空间，姐妹们，你穿鞋根本不碍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它不碍事，它是贴合你的脚，你看这个是脚，它是正好贴合你的脚，它一弄它就贴合上去了，你穿上鞋就刚刚好，还没个袜子占空呢，你知道吗，姐妹们啊？能直接贴皮肤上吗？不可以，宝贝。虽然说它不会烫伤，但是以防万一。啊，宝贝儿，因为这个温度，我觉得你直接贴在身上也不会烫伤，但是不建议，真不建议隔着衣服去贴。不会烫，但是你贴在皮肤上难受啊。而且它粘呀，姐妹们，对吧？它虽然说你接了不粘胶，但是你贴在皮肤上它不舒服。我跟你说，俺们家有多好，哥们儿，俺们家是工药型的，生姜的、艾草的、金草的，草本的。对，草本的。第二个是俺们家持续发温6到8个小时，而且是恒温60度，一点也不会担心烫伤。第三个是。有很多大家买回家粘在衣服上直接就掉了，对不对？俺们家这个特别粘力特别大，而且不留胶，特别舒服，哥们儿。你看姐妹们，就算咱露出来，我贴在我这个身上都不难看吧？没有了，还要吗？当然要。晚上能贴，我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贴的，因为我来大姨妈了，我的肚子疼的哟。我发誓，姐妹们，我好久没有这么肚子疼过了，我疼得睡不着，我喝了一杯红茶，就红糖水，我在我的那个姨妈裤上贴了一个这个，在我小肚子那里贴了个益母草的这个暖贴，真管用。我趴着睡的，姐妹们，我让它更贴合我的皮肤，趴着睡的，哎呦，可暖和了，比你老公给你揉肚子来的安全感都好。他给你揉两下不揉了，你用暖热水瓶，你暖的话，一小会儿它就凉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持续发热，没来得及要呀。行，咱们家宝贝是草本的，大家都知道草本的都贵。对，因为你看，我是在村里，我们现在村里有好多都在这种暖宝宝工厂上班，就是他们上的都是普通的，就这种不是草本的，都2块钱一贴，真的都2块钱一贴，老贵了，姐妹们。今天在您的直播间是草本带效果的、艾草的啊，宝贝生姜的，然后益母草的，我们三种草本呢都给大家都有，姐妹们啊。然后呢，它发的效果特别好。你有没有买过别人家的，姐妹们？你有没有发现你买回家几十天有一半都不热？是的，有没有那一种？有光消暖，我可以给你把话放在这里，宝贝，就我卖这个牌子，它是品牌的，它保证到你手里每一贴每一片都是热的。对，但凡有不热的，宝贝儿，因为但凡有全，就是我们全部给你赔付啊，宝贝儿，行不行？到手绝对是有保障的啊，姐妹们，线下你买回家，宝贝儿，哪里冷贴哪里，你腰怕冷的贴腰上，膝盖贴到膝盖上，脚底板子冷，脚底冷贴脚底，然后你颈椎不舒服贴颈椎这里，还有就是你的前胸后背，一般小孩子早晨上学前胸后背暖和了都暖和，对不对，宝贝们？大姨妈肚子疼贴在小肚子上都是可以的，姐妹们啊，线下买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，冬天冷不舍得开空调，给他们贴在那个前胸后背上，老保暖了，提前备货了，姐妹们啊，现在买便宜，最便宜的一次了，卖了三年了。今天在我的直播间，今天你看鸡爪纹的粘力更大，它更粘，然后呢它效果更好，而且是草本的，好看，对不对，姐妹们？隔着衣服去贴，最少普通的2块，像我们家草本的3块，今天在我的直播间一包10贴，要不要30块钱？要。30块钱今天来不够，再来一包。2包20贴，要不要60块钱？要的。来三包30贴，要不要90块钱？要的。90块钱今天不要，90不要，89、69、59、49都不要，所有能拍的宝贝再减10块钱，39.9块今天我也不要，来啊。
加上库存两包袋，29.9元给大家发3大包，30包，30片，下单成功再送一包。来，4包40贴。来，不够，5包，再给一包。6包60贴。那么多年，最早的一年是5贴，是5包50贴。去年搞大活动内卷，给大家发6包60贴。是的。今天宝贝儿要不要活动？今天是这么多年来内卷最严重的一次，也是大家最便宜的一次，也是现在有这个活动。过了双十一，宝贝儿，等它真正隆起来，你再要囤的话就没有这个活动了，就贵了，最多给你60贴了。今天所有下单的成功老铁，再送一包。哎，牛逼死了，封顶了！姐妹们，等它彻底量大起来，宝贝儿都囤货的时候，你最多能给你6包了。现在全部7包，来改价上车。还那句话，哥们儿，你在天下买这一包彩色的70片，对，7包的一袋的话29.9元，我们家7包29块。你现在买一包都得小30块钱，一包的话里面有10贴，姐妹们啊，然后2包益母草的，2包生姜的，2包艾草的，随机再送一包，宝贝儿啊，随机再送一包，卖轰了是吧？哎，好嘞，姐妹们，我应该是声音太大了，姐妹们啊，好暖和呀，你就贴吧，姐妹们，好暖和，好暖和，而且它不掉，和上年的一样，王小暖的，姐妹们，我们卖那个牌子卖3年了，你看。螺蛳粉有螺蛳粉的牌子，然后米线有米线的牌子，所有的吃的零食用的化妆品有他们的牌子，王小暖就是这种暖贴里面相当大的牌子了啊，姐妹们，你买回家放心安心。首先我给大家说必买俺们家暖贴的几个理由，第一个是俺们家是正儿八经草本的，有3个草本，一个是益母草的，一个是艾草的，一个是生姜的，如果说是你就是关节比较生寒的话，贴这个生姜的，如果说家里比较潮湿的话，贴艾草的，如果说是来亲戚了，就贴这个益母草的。如果你只是取暖的话，3种随便贴，哥们儿。对，3种，天哪，700单没了。哎，700单没有了。净卖一些实惠的东西，哈哈哈哈，实惠吧，姐姐们。你看我家姐妹说了，您净卖一些实惠的东西，我最知道大家需要什么了，因为这是我的爆款，俺们每年冬天都会卖的，连续卖了3年了，姐妹们。所以说我知道大家都需要，尤其是哪怕咱自己在城里生活，在城市里面，出门有车，进屋有空调，你可能真不需要，宝贝儿。但是家里的父母需要吧？需要。孩子上学需要吧？就是总有需要的时候，可以囤起来，自己需要的话自己用，自己用不着的话，姐妹们啊，咱就可以买给家里的父母用。是的。它真的很实惠，你知道吗，亲爱的？尤其是在我们农村，像大家在城里啊，就是偶尔逛逛街呀、啊，出去聚个会呀、啊，或者干嘛的，可能会需要。你像我们在我们线下，宝贝儿啊，你像我们这里，我的妈呀，天天都需要，就屋里都冷。没有空调，你知道吗，姐妹们？下单了，加急加急！哎，好嘞，谢谢大家。我就可冷了，到冬天，宝贝，我睡觉都贴子，我都贴到我脚上，贴到我的那个肚子上，它可好了，你知道吗，亲爱的？尤其是爸爸妈妈怕冷的，是不是，亲爱的？关节哪里受凉的呀，都是可以给他们买回家贴的。最关键是俺们家是恒温60度，能保持6到8个小时。对，大家买的那种普通版的白色的，贴身上又难看，然后只能热2-3个小时，对不对？还不腻。俺们家6到8个小时。嗯，而且还贴身上还不突兀，它不是特别难看，那白白的一块贴身上比膏药似的，特别难看。快没有了，姐妹们，现在已经700单了，还有100单。而且它无色无味。没有拍的姐妹们就抓紧去拍，马上就没了。勺子好好看，勺子在某宝买的，大家也都知道有目共睹的便宜。因为你想想，观众，我说的对不对？现在大家都提前囤货，他能给大家搞活动，双十一的活动，到时候天气降温的时候，下雨的时候，下雪的时候，你再想买暖贴，不好意思，姐妹们，最多给你60贴50贴。孕妇不要用，我看有些姐妹说孕妇能用，我还是不建议大家用，因为啥吧，孕妇的话比较敏感一些，脆弱一些，你用的话她不说不能用，你用了到时候说不清啊，姐妹们，因为毕竟怀的孕比较娇贵一些，对不对，姐妹们，咱就不要用了啊，生完孩子再用好不好。嗯，我不建议孕妇去用啊，亲爱的，看一下，除了孕妇都是可以的，亲爱的啊，拍了拍了拍了加急，哎，好嘞好嘞好嘞，就这样给大家说吧，就正常大家买的那种普通版白色的，对，没有任何功效型的，都得2块钱一贴，俺们家是草本的，这一贴你在线下买的话，单独一贴就3块钱，是的。然后这一袋是10贴，正常大家在线下买的话，这一袋就29.9元。奎哥没有撒谎吧？只要超市现在没关门的，你都可以看一看，这一袋10贴29.9元。俺们家今天29.9元给大家7包这样的。你这么老公，70贴，你说的都不对，线下都不按袋卖，忒贵了。都按片卖，就是一片3块钱的嘛、啊。对，你要说谁在线下一买一包，忒贵，但是三几十块钱没人买。是的，都是按老板拿2天暖贴，拿5天暖贴，都是这样子去买的，你知道吗？亲爱的，都是有买回家就这样子去买。你想想，姐妹，咱家才合到2-3毛一贴，你去了快递合啥呀，姐妹们？你说你批都批不来吧？昨天有个姐妹说的啥？她说哈哈哈，大娘我拍了，拍来放到我店里卖。
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对，昨天我这个手表漂亮，是我自己卖的，姐妹们。昨天我那个姐妹说了，你让我拍了，拍完以后放到我自己店里卖，我没有说一句话。昨天有看我直播的，人家买回我的暖贴，人家放到自己的超市去卖。宝贝，我说一句谎话，王八蛋的，昨天有没有看我直播？我还说二十蛋。人家那个姐妹就这样说的。你说姐妹们，你在外面你开超市，你批都批不来，这是工厂直发，姐妹们啊。是的。量大才能有个这个活动。你看新鲜一卖卖个几贴，你一个月才卖多少呀？对不对？拿不来这个价格的。是的。这一包是十贴，在线下买这一袋就29.9，俺们家给大家7包70贴，能贴鞋的。是的，我明天嘛，我今天没穿鞋，我穿了拖鞋，我到下次再卖的时候，我穿个运动鞋，穿个袜子，我给你们试验一下。我去年就给大家试验了，放心吧，能穿得进去。我给大家说几个必须买俺家这个暖贴的理由。第一个是俺们家是王小暖，属于这个暖贴里面的扛把子了，年年俺们家都会卖这个品牌。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主播都是卖他家的品牌，对不对？是的。王小暖他家就是基本上是零残食品，没有不热的，哥们儿都保证，保证每一个都会热6到8个小时，而且持续恒温6到8个小时，能贴鞋的。